我们那种动作的演戏呢，没有机会去演。我一到了差不多演完了，就剪掉了，因为马上就要去要动作，跳楼啊，跳巴士啊，那个对我们讲海外市场更重要。演起来就不重要了，就变成我们。演技的那种提名比较吃亏，提名我已经很开心。觉得自己很幸运，也觉得我这一期因为拍的时间蛮长，也蛮辛苦，因为有很多动作，所以可以做那个开幕电影，自己就觉得有多一点信心，可以票房希望在香港跟亚洲都好一点。我觉得 Steven 是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导演，他这一次比以前好很多，而且他真的有天分的做导演。我自己想做导演，但是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出来的。咁就呢个香港国际电影节嘅协会总监阿 Peter 帮我手啊，戚家基先生 ，May I invite the opening of the hidden place and its leading cast, Mr. Nagase Masatoshi, to the stage. They flew in to Hong Kong from Japan to join tonight's opening ceremony.日本は長い間外国との一切の政治的な在古天樂先生嗎難忘的經驗但是最有趣是可能看古天樂的時候他 那時候受傷我覺得他們都說得很棒然後就是差不多這樣從來沒有穿過這麼緊的衣服那我覺得蠻特別而且平常也蛮少在骑单车的啊，那有这个机会拍这样的小电影，其实非常开心。这样。Thank Pepsi again for the support of the film festival. We'll also thank our guest and the three Pepsi stars. 这个机会勉励一下香港的年轻人，还可以吗？还可以吗？谢谢。